各位乡亲、士大夫、老兄弟，真正是三声无奈。第一声是本来阿扁啊，还阁会当伫民视出来讲，但是民视已经通知阿扁啊，伫选前28天拢总袂使出来讲。我毋知影这是根据对一条，或者是受到啥物压力。不过我嘛非常的感谢民视，予我有一年的时间出来讲，真正非常的感激。第二声就是伫12月15日，有关方面讲要来办政党的辩论会，结果邀请8个政党，一边一个行动党被排除在内。咱来请教主办单位，因讲因为一边一个行动党伫民调排无入去啊前8名，但是阿扁啊所看到另外的民调显示一边一个行动党毋是排伫8名以外，其实阿哥有两个被邀请的政党排伫一边一个行动党的后边，为什么差遐尼济？大细汉差遐尼济？为什么遐两个政党会当参加辩论，但是民调伫伊头前的一边一个行动党颠倒无机会，真正是无奈啦。第三声就是12月18日连袂到。阿扁啊，被一边一个行动党来提名成做无分区立委的候选人，因为咱蔡英文总统无点头、无同意，所以阿扁啊来成做无分区立委候选人的资格，就去予人揢落来，所以这嘛是真无奈的代志。因为阿扁也讲过，阿扁也是不是会当参选，这不是法律的问题，是政治问题，是蔡总统是不是要来担头。